你这个女人啊，第一次在街上见面就对我勾勾搭搭的，自己贪好美色，还带着我一起逛青楼，见了裴恒又难以自持，跟他有扯不清的瓜葛。哼，你腹中这孽种，保不齐就是他的吧？啊？你屡犯七出之罪，荒唐无度，不守妇道，生性放，你怎么还有手工杀呢？哟，这还有两副面孔呢，啊，冷酷无情，娇羞无措，都让你一个人演了是吧？手工杀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大惊小怪。你没有身孕啊？这不是得骗母亲说我有身孕才能救你出来吗？你为了救我，竟然不顾自己的名节。名节跟人命，当然是人命重要。我是真心想救你的。再说，我这民间能值几个钱？也是，三公主若如同传闻中的一样，这名声不要也罢。韩少君，从此以后我们约法三章，人前按照我们花园春的规矩来，你听我的；人后按照你玄武春的规矩来，我听你的。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这也算咱们名义上夫妻的相处之道了。你就这么说定了，不许反悔。哎，站住！又怎么了？把衣服穿上再出去。这算什么？嗯，出来了，怎么办？长内，长公主，不好！夜深了，凉。嗯，好。多谢少君好意。